柳岩落水戏花絮曝光，反复进水全身湿透，空中吊威亚头部全程朝下。近日，某电视剧官方放出了一段柳岩拍摄落水戏时的花絮，她头部一直朝下，被威亚吊在空中晃来晃去，还被反复的浸泡在水里，看起来非常辛苦。拍摄了落水戏后，柳岩也是被冻得不轻，一结束马上就披上了厚实的军大衣，但她依旧没有忘记向现场的工作人员道谢，非常亲和没架子。柳岩的敬业不只表现在充分诠释角色，她曾在电影中素颜出镜，并且毫无包袱。画面中的她穿着精致，不施粉黛，皮肤瑕疵看得很是清楚，黑眼圈法令纹，但她为了呈现出更好的作品，毫无怨言。除此之外，柳岩也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对于演员的认知，她表示自己从不怕丢脸，会认真思考每个角色的定义，她总是由角色联想到本身，灌注深深的情感。